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第四面啊，第四面。第七行，就是第二个段落啊，我们还从头念起啊。王氏慧经虽大有功于净宗，但所会之本颇多传悟，不贵之侠贤者悉之。莲池大师为其超前著后，去取未尽。彭绍神居士持之为凌乱拐喘，不合原旨。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啊，前面呢介绍无量寿经呢。现前流通的各种版本，除了五种原译本之外，还有四个本子，有三个是汇集本，有一个是借本。啊，这个地方都顺便呢，在这里做个介绍啊。王氏王龙书。就是王日休，啊，这是最早汇集无量寿经的，啊，可见的很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版本太多，而内容差别很大，啊，如果说是。五种版本都读，确实是很麻烦。啊，那么多一种，其余四种没看到，四种里面很多的经文，啊，这个本子里没有，啊，那就很遗憾。所以这个本子，很少流通啊，这是重要的因素，啊。王龙书居士是宋朝时候的人，啊，前面介绍过，啊，他的著作很丰富，啊，念佛真有功夫，往生的时候是站着走的，啊，他的净土文非常好。也可以把它当作过文来读。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莲池大师的诸常随笔，偶一大师的临风宗论，王龙书居士的这个净土文也非常好，啊，文字非常好。都是净宗大德的好文章，啊，这个我们学文言文呢，把它当作国文本子来读很好。那么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流通很广。啊，你看这个日本的大正藏，乾隆时候编的龙藏。都收在藏经里面，啊，能收在藏经，就是得到当代大德的肯定，啊，可是他还是有错误，啊，传悟就是错误，啊，还有一些错误，啊，不贵之侠贤者悉之，
这两句是惋惜的话，啊，又可惜，啊，做得不够圆满，啊，他有欠缺，啊，那莲池大师也非常佩服他，啊，莲池大师的疏钞，《弥陀经》疏钞，那是很大部头的一个著作，里面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一半以上啊都是引用龙树居士的会集文啊。那么对这个本子也是肯定，啊，当然他不能够尽善尽美，所以莲池大师有一批评，称他这个本子超前着后，去取未尽，啊，这两句话后头有解释，啊，这个彭绍生啊，那么他有这个戒本啊，他不是会集的啊，他只取康僧铠的本子啊，康僧铠的本子读起来也不容易啊，他把它重新整理编一个新的本子啊，里面深思艰难地方啊他把它删掉啊，所以这个本子读起来就很流畅啊，那也算是个好本子，但它不能算会集本，它算是戒本啊。他对于龙树居士这个会集本呢也有批评，说他凌乱拐传啊，不合原旨啊，也是说他不完美的啊，不能说他没有功劳啊，确实是功劳也不能够磨灭的啊，但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本子啊，这很可惜的这么一桩事情啊。下面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提出的解释，今笔者啊，这是著笔写这个注解的人，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良辰古德著说啊，这是我们用现代话就是根据古大德他们的讲法啊，切记往事之事，这个切记就是我私下的相比啊，我私自的想法啊，这个龙树居士汇集啊，至少有三点啊，他这个失误的地方。第一个呢，王氏汇集仅具四种，未及唐矣。唐以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留智大师所以，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以所。这个他以就是其他四种原译本里都没有的。啊，确实，啊，这在《大宝积经》里面的如来会，啊，那个这个本子呢，龙树居士一生没见过。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古时候经书得到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经书都还是手抄本，所以古传的这经书里面有错字，这个是难免的啊，一部经那么大的分量，
难免会抄漏掉一个字，抄错了一个字，这是非常非常难免的。那么这个本子就像黄念祖老居士所说的，有许多奥妙精要的文字，是他所看到四种本子里所没有的，那么当然这就漏掉了。这是第一个，不圆满的地方，是他没有看到五种原译本的第一个。那第二呢？去取未尽，这是莲池大师的批评。说他老人家去取未尽，这讲去繁一要，改深为浅。他犯这个毛病凡的东西应当把它精简他还是照抄重要的东西漏掉了，疏忽漏掉了这举出例子出来说这个话了，不是随便说的。例如莲池大师所赠，如三辈往生这一段经文里头，为戒曰发菩提心，为是康僧铠康僧铠的本子里头三辈都有发菩提心可是王龙书的会记本里头只有中辈有发菩提心，下辈子是不发没有发菩提心，上辈没说没有提，这高下十次，故云未尽，这叫去取未尽。那你说的话有根据的他说由上列可见上进不言，这个上是上辈往生，没有设发菩提心，菩提心多重要这是一要，把重要的遗漏了下辈的时候也是讲发菩提心他说不发下辈可以不发菩提心，改深为浅这是莲池大师跟彭居士责备他的地方这真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那么第三呢率意正文，言若自助率意是随意增加文字就好像是自己著作的一样，这个不可以。翻经可以你把从梵文翻译成中文，这个可以是你自己斟酌用什么文字，汇集不可以汇集一定要用它的原文，不能改变人家的文字这个是印光大师非常重视的因为随便改动文字我认为用这个文字好我来改，你认为那个文字好你来改，那改来改去到以后这个佛经就没法子看了所以要尊重这个翻译，决定不能改变，纵然认为有问题可以把它注在旁边，不能改台词。
这是规矩啊，所以这个地方疏忽了。故莲池大师则曰啊，则被他超前着后，未顺依法啊。这下面说明了，盖则其超淫经文于前，这超前啊。佛又呢，自著文句于后，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啊放在这个后面的时候啊，也就好像翻译一样，这错了啊。后面如果说有意这个见解的话，是可以用小字注在旁边，决定不能呢跟经文混合在一起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忌讳啊，这叫超前着后啊，未顺依法，已经它有已经的规矩啊，这是违背了已经的规矩啊。那它还不是翻译，它是汇集嘛啊，所以底下讲了，盖是汇集必须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以外擅增文句啊。这个龙树居士就是犯了这个规矩啊。你是汇集，你不是翻译，你是翻译可以，你自己斟酌用什么样的字，用什么样的词来翻这个梵文的意思，这可以的。可是汇集不行，因为你不是依据梵文原本啊，你是用的译本，人家已经译成中文了啊，你一定要尊重，要以原经，不能改动一个字啊，这是汇集的一个规矩啊。所以龙树居士有改动，改得好不好呢？改得真好，改得真好，但是你破坏规矩了啊，这个不许可的啊，你不能破坏规矩啊，不能开这个例子啊，你可以改，别人也可以改啊，你没有问题啊啊，你在这个佛经上的修养达到这个标准啊，修持功夫啊，境界也达到了啊，你改的是不错，可是这个例子一开啊，以后人怎么办？以后人没你这个程度啊，他也改了。哎，莲池这个王龙树就是都可以改啊，我怎么不能改啊？啊，那这个例子一开，往后弊端就出来了。啊，实在讲，王龙树有这个问题，魏默生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细细看他改的好吧，改的真好。啊，可是你要想到后遗症呢，那就可怕了。啊，这个例子就是开不得啊，不是说他改得不好，例子不能开啊。那要怎样两全其美呢？刚才讲了，用小字注在旁边可以啊，这就能尽全尽这个尽善尽美了啊。所以这是故则王氏未顺依法。那么由上可见，王氏之时啊，他所以失误的地方啊，他这个汇集本失误的地方，非是不应汇集，而在于汇本呢之多词也，就是瑕疵啊。
有好几个瑕疵。所以他不能称为尽善尽美。那么这都属于常识。很重要的常识。我们要学佛必须要尊重经典。经典的原文不能随便更改。古大德的注解也不能随便。这个增生文字的古德能注这部经，能流传到今天，总有几百年了。这几百年当中，读这个本子的人很多。你看看，古人都能够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意来改动他的文字呢？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我们有意见，可以加注在旁边，这是许可。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彭绍升居士，汉语亡本之时，这叫很遗憾的，感觉到亡本是很好的本子，非常可惜，就是有这一点瑕疵，不完美。乃取未遗本而删戒之，他这取一本，他这个不算是，不算汇集，只取曹魏康僧楷的本子。三国时代曹操当权了，这曹魏呀。康僧楷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三国时代佛法已经相当深了。魏蜀吴都有。这些地方都有佛教的这些道场。那么这是无量寿经第七种本子。前面讲王龙书的是第六种。这个前五种是原译本。第六种是个汇集本，王龙书的。这个彭绍升的呢，这是第七种。第七种是戒本，也有流通，人家也喜欢读，但仅为位移一种之戒本，而非注移之汇本。这个戒本呢，在现代这个时代，现代是什么呢？叫知识爆炸了。你看这个书的数量比从前多多少从前出一本书真不容易现在尤其电脑发达了出版一本书是轻而易举我们到书店里面也看呢，在从前进到书店磁场都非常好，进到图书馆，进到书店，磁场特别好。现在不行。现在我偶尔到书店去找几本书的，一进入书店，磁场非常不好。这什么原因？正论没有了，都邪知邪见了。所以这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非常明显的感觉。我在年轻时候常常逛书店的。确实。至少古人的东西这些典籍至少会有一半。对，一半今人一半古人。
现在古人少了，我们到书店看一个小旧楼，其他都是现代人的。啊，所以磁场很不好。找一个清净的、这个舒适的这个磁场，几乎我们现在就找不到。这是什么原因？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谁把磁场破坏了？科技啊，这些科学技术新开发的这些东西。啊，把整个地球的磁场破坏了。啊，我们细心观察我们的生活，啊，一般人所吃的，真的《无量寿经》上所说，饮苦嗜毒。吃的都是毒啊！啊，这些动物的肉，要是跟60年前啊，不说远，60年前做个比较。啊，70、80岁的人应该能够回忆到，你在童年所吃的这些肉，跟现在吃的肉味道一样不一样？我曾经问过我的师母，方东梅先生的夫人，啊，我提出这个问题，啊，你们吃的猪肉、鸡肉。啊，跟你这个童年时候、少年时代的时候，味道一样不一样？他想了30-40分钟，告诉我不一样。啊，那我们吃素菜的人，我们细心去想想，我们现在吃的菜。平常吃的菜，啊，白菜也好，苋菜也好，啊，萝卜也好，啊，特别是菇类，啊，跟60年前的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啊！60年前那个冬菇的味多鲜呐，多美呀！现在没味道，看到很大，样子很好看。啊，不是味道啊！啊，蔬菜也没有从前那么样的鲜美，都没有了。什么原因呢？农药、化肥呀，把它破坏了。所以现在的土壤有毒啊，你种植东西也都有毒了，是不是是毒吗？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越活越没味道啊！生活越来越苦，啊！现在科学讲了，基因把基因全破坏了，啊！这就是破坏大自然的环境，啊，破坏我们的生活。
我们再往下看，于是晚清魏承观字默生居士。我们常常都称魏默生，或者称魏源。魏居士，他是清朝时候人，称晚清。咸丰年间的人，我们知道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就是咸丰皇帝的妃子。为救龙书之时，取五种原意，另行汇集，别成一书。初任命无量寿经，后经镇定王根新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这个本子现在没流通的了，大藏经里头有。这是无量寿经第八种的本子，第八种的本子。说魏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超王本，会的不错。比王龙书是有进步，但率自正文之病，未能尽免，故魏本呢也未尽善也。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都有批评，随着自己的意思，把经文的文字改动了。这一桩事情，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老师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改的好不好呢？改的真好。也就是这个例子开了，你看王龙书开的这个例子，魏默生呢又圆这个例子，这个太可怕了。怕的是造成以后这些没有这样程度的人，没有这个境界的人随意来改经，这问题就严重。借本我们刚才讲了，对于现代这个社会很有需要，因为现在社会人喜欢简单，你这一本经书这么大的分量，你不愿意看了，也没有时间去看了，越简单越好，人越欢喜，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所以我也编了解本。我编的是十三业道有个解本。这个弟子规我也编了个解本。你看十三业道经我这个解本呢，大概只有600字的样子。方便呢，大家读起来喜欢。便于流通，我还有一个戒本，那是戒的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我是讲义的戒本，
那个讲义的分量很大。啊，我把它重要的，啊，一条一条的揭露出来。我曾经讲过一遍，啊，这个《金刚经》。啊，我讲的好像《金刚经》的启示，啊，就是用这个借本讲的，啊，这个借本也流通了，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呢，很方便，啊，你要深入嘛，你就看原本，啊，这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有这个需要的。那么下面呢，这说到我们这个汇集本了，啊，给我们介绍的是夏莲居居士汇集这个本子的因缘啊。先是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啊，已经过世了，往生了，在称仙寺，啊，夏莲居老居士，先对老居士的德行做个简略的介绍，备之爽运呐，啊，他有真的慈悲心。他有智慧呀！啊，双就是指慈悲跟智慧。自心化他，啊，运是运作，就是自心化他，这相当不容易。啊，有些人有慈悲，没有智慧；有智慧没有慈悲，不肯教人。啊，那都不完备也。啊，有智慧又肯教人，菩萨。宗社俱通，宗是禅宗，社是教下。啊，我们中国大乘佛法讲的是宗门教下，啊，所以佛教本身称宗教，啊，跟我们现在讲的宗教不相关。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法自称为宗教，这个宗就是禅宗。啊，叫宗门。禅宗之外呀，其他的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教学的方式不一样。啊，禅宗是悟后起修，没开悟的时候不看经教的，不看经典的。啊，开悟之后。再看经典啊，那么教下呢？这先从经典下手，到最后啊，开悟了啊，所以这是两个路子啊。所以禅宗对什么样的根性呢？上上根人啊，那是他的对象，普通人做不到。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普通人做不到。啊，所以不是上上根人，你要去参禅，参一辈子叫白参了，你不会开悟。你要是不能开悟，你的生死就不能了。换一句话说，该怎么轮回还是搞轮回。啊，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
三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能学禅宗啊，决定不能去学六祖坛经，不能学慧能啊，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没有那个条件。啊，方老师介绍我法相为师，介绍我大方光佛法也。啊，李老师介绍我净土，啊，介绍我大佛顶首楞严，叫下了，啊，叫下对象是上中下三根，啊，从经典下手，按部就班，就好像读书一样。啊，你得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向上提升。而禅宗呢，禅宗是天才儿童，他不要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要，他一下就可以上研究所，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没有这个本事可不能碰他。啊，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学习的啊，所以在佛法里头，一个禅，一个密，啊，密比禅还要好一点，啊，只是确确实实，禅宗不是上上根人呢不得利益。啊，密也是这样。啊，但是密还有次第。先学显教，显教有一定的程度，显教就是教下，啊，有一定的程度，才参加考试，啊，也就是显教里头没有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见性了，比大彻大悟低一阶了，应该就是大悟，有小悟有大悟。换一句话说，清净心得到了。大彻大悟啊，用我们这个经体上标准，清净平等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禅宗的条件，宗门的条件。在教下里面，你得清净心了。给诸位说，得清净心，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执着没有了，啊，当然智慧开了，啊，清净心生智慧嘛，这叫开悟了，啊，这还不是大悟，但是如果真的得清净心，见思烦恼断了。可不可以修密呢？可以。啊，但是还不是密宗正式的学生。密宗正式的学生还要向上提一层，大悟，不是彻悟，大悟。啊，大悟说还要把尘沙烦恼放下，这是。你能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这是密宗正科生了，你才有资格学习啊。
不那么容易啊。啊，他大悟了，他还没有彻悟，为什么呢？他还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没破。啊，我们选择法门，自己要清楚，自己是什么根性啊？选错了就，那你就是药吃错了，啊，得病把药吃错了，不但治不好病啊，可能病上再加病。啊，你说多麻烦！啊，佛法是药，84000法门就好像到药铺里看林林总总那么多药，你能吃吗？你敢吃吗？我们知道，没有医生处方不敢吃，啊，会怕吃坏了，啊，那佛法你随便修，你就不怕吗？所以大乘经里头华严里头就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就好像是大夫，啊，好像是护理人员，他们懂得。啊，我们想学佛的找这些人啊，他看看我们什么样的根性。给我们介绍啊，哪些经典，这是必要的啊，不能随便自己去摸索。啊，所以学佛，老师决定你这一生修学成败的关键。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真的好老师，你就占很大的便宜了，是不走弯路了。啊，自己有病找到好医生，啊，医生给你一看，这给你开方子，你吃了这个药，病就好了。啊，所以佛门的善友。难遇啊！我们到哪里去求？不，现在也没人求了。为什么？连父母都不孝，都不要了，哪里还谈得上尊重老师呢？啊，佛法是圣贤教育，是大圣大贤的教育。你要不懂得尊师重道，你到哪里求？没地方求啊！啊，我们这个佛门常讲，佛度有缘人。谁是有缘人？给诸位说，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人有缘。不孝父母，不敬尊长，不重视圣道，没缘呐。遇到真正善知识也没用。为什么？你不能吸收，你看经看不懂，你会把意思看歪了啊！自己想的什么意思？你听经也听不懂。啊，所以开经偈说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没有尊敬的心，没有那个沉静的心啊，你听把意思听有了，啊，用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那种不正之见呢，你来解释佛经，把经全解错了。啊，学了几十年，最后说佛经不灵，还得回谤他。
所以真正善知识，他一生唯一的一个希望，找传人，老师把佛法传给我了，我要传给什么人？如果没有传人，那你就得写书。那我把我所学的所悟的写在书本上，书本流传给后世，到后世去找有缘人，不容易啊，太难了。李老师告诉我，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一个传法的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李老师学生不能说不多，太多了。最保守的估计超过50万人，这里头几个人能传他的法的呢？往生的有，往生的倒不少，念佛往生，真正传法的少了。很不容易真正传法人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条件你对老师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十分诚敬你就得十分利益，没有诚敬你在那里听100年也得不到利益。关键在此地沉浸怎么来的？沉浸是信德是从孝养父母那里来的把对孝养父母的心对待老师，这就是尊师重道如果对父母都不孝顺，那就完了。这一生学佛有一个好处，阿赖耶里面种了佛法的种子这一生不能成就。那我们听的这个话了，很恐怖啊！那不能成就怎么办呢？好在净宗法门里面有特别的缘分，你要真正能学会忏除业障，还有一口气，到最后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是净宗的殊胜呐！所以我们在台中连社看那些莲友往生的真不少最保守的估计，李老师在台中讲经教学38年，念佛跟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往生的，我的估计应该有500人以上。这个功德殊胜呐，真难得。那不错。所以佛法是师道，师道一定是以孝道为基础。你看净业三福跟我们讲的多清楚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
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入佛门基本条件。你要把这四句做到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换句话说，佛经典里你能信能解，这就是你的善根。你能够依教奉行，这是福德。你能行能正，往生就是正果。无论三杯九品皆是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成佛道啊！我们业障重啊，怎么铲除啊？铲除就是改过。经典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从哪里学起？就是佛世尊教导我们的，从十善业道做起。十善业道经，偶业大师有个戒本，比我的戒本长。要用它来改过自新呢，很实用。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来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有没有根据？是不是胡造谣言？有根据。根据什么？就是根据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怎么个做法？奉事师长怎样做法？我们落实弟子规。弟子规里面113章4就是孝亲尊师。从敬业三福来的慈心不杀，我们就落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末后一句修十善业，所以我们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是依据敬业三福第一条。你先落实三个根然后你才能入佛门你才真正能够接受三归五戒第二条是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善不犯威仪。这一条里头了不起具足众戒，具足是一条不缺那在小乘有多少条3000威仪3000条大乘有多少条84000威仪菩萨了尽善尽美
啊，他这么多条从哪来的？给诸位说，就是从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展开来的。啊，菩萨八万四千位以归纳，就这三样，展开就那么多。我这次在澳洲访问了犹太教，啊，犹太教的长老告诉我，他们的戒律有600条，我听了很欢喜，我也请他介绍给我，啊，邀请他们到我们学院来开这门课，啊，我们来学习。生活规范了，啊，所以夏老，宗书俱通，宗门教下了，都通啊，个通字可不容易。前面悲之双运是说他的德行，宗说俱通是讲他的学问。圆融显密禅静于一心，这是讲他的功夫，讲他的境界啊，显教、密教。禅宗净土这四个字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包括进了，一样都不漏啊。啊，圆融在一心。啊，虽然如是如是，哎，他老人家专弘持名念佛，舍万德。这是说他发大菩提心呢，普度一切众生呐。啊，用什么方法？用净土，用净土里面。持名念佛的方法啊，这个方法从哪来的？无量寿经上的，弥陀经上的啊，十六观呢，第十六这一观里头的，第十六观就是持名念佛啊，其他的他有讲摄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啊，到最后讲持名念佛，持名就近方便呐，啊，这个是夏老居士慈悲到基础啊，啊，他用这个法门是万德，啊，万德是如来。果地上的啊，称心的智慧德相，为弘净宗，故愿此净宗地业至今，破尘生光。破尘生光是比喻。啊，所以希望净宗第一经一定要有善本，有一个标准的本子啊，那就是再会集
前面两次的会集有瑕疵，有错误，虽然好，不圆满，这是个遗憾，他老人家发现，重新呢再会集。所以即此无上之典呢，饶益当来。当来还有九千年末法了，末法一万年呢。佛的法运，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很多人讲世界末日，佛法没这个说法。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我这些年呢，年岁大了，记忆力不太好了。以前我记得很清楚，这你们年轻人去查查看。我们中国人记载的。在这个古人，著述里头都能查得到，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我记得好像是3030多年，30几年，你们去查查看。虚云老和尚年谱里头有，这个是3030多年，那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这就2000年，后面末法10000年，10000年才过了1030几年，所以后头还长了。哪里是末日呢？在末法时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佛法有兴有衰。这是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他给我讲，现在这个佛法已经衰到基础了，但是不要怕，会兴起来。他会再兴起来的，他有起有伏。他不会灭的。到什么时候会灭呢？9000年之后。法真的就灭了。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得相信他。所以夏老希望这一部经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完善的标准本，这个本子饶益当来，后面还有9000年呢。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最契机呢？应当就是这部经。这部经里面字字句句是佛说的，一点都不假。原译是从梵文也翻译的，那么梵文本字当中有这个很多这不同，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不是一次宣讲的，多次宣讲，从5种译本里面来看。至少是3次宣讲，那我们遗失了，失传了有7种本子，这没看到。如果那7种本子在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相同的地方？你就能找出这三次以上讲这个经啊。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我们明了才会生感恩的心。
啊，我们不是这个法门，就不能得度，肯定的。啊，我们能够升天，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出六道轮回很难呐、啊，那个见思烦恼断不容易啊。啊，不断见思，你就出不了轮回。啊，升天，哪一个没有升过天呢？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你问问哪一个没有升过天？过去都在天上住过，天父享尽了，业障现前又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上上下下的，啊，在六道里头，啊，哪一个人没有堕过地狱呢？有啊，我们学佛同修当中有啊。啊，怎么知道的？催眠知道的。啊，催眠师在深度催眠之下问他：“你在哪里啊？”在地狱。地狱状况下苦得不得了啊，在地狱受苦。他去过地狱，他也上过天堂，真的，六道里头哪一道他都经历过，所以不稀奇。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人有没有死？没有死，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生死，肉身有生灭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啊。灵魂不灭，啊，跟诸位说，灵魂是迷，迷的时候叫灵魂，觉悟了，觉悟不叫灵魂，叫灵性，灵性不灭呀，出不了六道叫灵魂。超越六道啊，就叫灵性了。啊，那什么人呢？阿罗汉以上。你只要一出六道轮回，那就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成灵性了，他不迷了，所以阿罗汉得了证据。啊，你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我们学佛共同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学佛想得到什么就得这个，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所得到的正觉，菩萨所得到的比他高了，正等正觉啊！佛所得到的价格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超越十法界了。啊，他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我们通常也称他为一真法界。啊，菩萨还住在十法界，啊，四圣法界。这是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这个世间没佛法了，那就真苦了。啊，菩萨，佛菩萨不舍苦难众生。到那个时候，虽然佛菩萨不现的，有一个代理的人，
再过想诸位都知道，地藏王菩萨啊，他代佛度化众生啊，代理佛，一直到下面一尊佛出世，下面一尊佛是弥勒菩萨啊。现在有很多谣言说弥勒菩萨已经下来了，给诸位说这是假的啊，这个不能相信。啊，弥勒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这是常事，一点不稀奇。啊，我们中国佛门里面那些传记啊，记载的很清楚的，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宋朝时候啊，我们现在供养的这布袋和尚的像啊，就是弥勒菩萨化身啊。我们看西藏的这个弥勒菩萨，看南传的弥勒菩萨，那个样子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瘦瘦的，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中国视线的这个就是用弥勒菩萨啊，用这个布袋和尚啊，都用他这个造像啊。那另外记载叫富大师，唐朝时候居士神，是弥勒菩萨再来啊。佛菩萨常常到世间来应化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说是弥勒菩萨掌天盘了，弥勒菩萨了又到人间来做佛了，这是假的啊。弥勒菩萨是要到人间来做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得很清楚，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当中都没有佛出世啊，地藏菩萨代表啊。我们一定要根据经典所记载的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法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在末法时期逐渐逐渐的它会变成主流。为什么呢？其他法门呢虽然好，没有这个根性，你依照它去修学非常困难啊，很难成就啊。经宗变成主流，那主流要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典籍啊，让我们做依靠的，那真的是很遗憾啊。这才感得啊，也就是说末法9000年修行人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印了。这个印就是下莲居居士出现的时间。啊，众生有感呢，他来应化，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事情？就干这种事情。我们很清楚，啊，黄念祖老居士知道，我不知道，我向他请教，我说夏老究竟是什么人再来的？他笑笑。现在还保密，现在不能说啊，不能说。现在他也走了，我就问不到人了啊，肯定不是凡人。你想想看，王龙书是凡人吗？魏默生是凡人吗？
凡人做不出来呀。那夏莲老会成这样一个完圆满的本子。那我们猜想当中，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呀。才有智慧，才有德能做这桩大事情。这个也就像李老师常常对我们说的，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理上能讲得通，饶益当来，乃即前贤重新会集，前贤就是前面三位，实际上是两位，王龙书跟魏牧师，来做第三次的会集。这是第九种的本子。下面一段是说明重新汇集的心态，与经过，他用什么样的心态？平其万缘。我们一般讲万缘放下了，什么都放下了，言观三载，闭关三年的时间，用这个方式放下一切的干扰，一个人，因为他后头有一句话说：“明心故矣。”这是说一个人，没有同伴。净坛结界，这是他的真诚。来做这个会集的工作。三年，这个稿底稿完成了。完成之后，稿金十亿，十次的修订，方清精诚，这个金才成就，不是三年他成就，三年成就第一个稿本，十年成功的这个本子，你看他多认真。这是跟我们表法了，这个表法是什么意思呢？十分沉浸，他就得十分利益，这个浸圆满功德了，一丝毫不能够轻慢用轻慢的心的时候，你决定做不成功，你决定有瑕疵。夏老汇集这样的真诚，我们今天受持也要用夏老这种真诚心来受持，才得利益。如果没有这样的真诚心，
经本摆在你面前，天天读诵，不得离。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心浮气躁？啊，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毒，学佛这么多年，有没有减轻几分呢？没有。跟没学佛一样，哎，算不错了。最怕的是什么？跟着自己年龄的时候，年年在成长，那个麻烦就大了。你的烦恼习气越来越重啊。啊，如果是这种状况，那自己就要清楚，不免轮回。啊，轮回往哪里去呢？我来生还能不能得人身呢？那就得问你，你十善业修得怎么样？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中平十善得人身，来生还得人身。啊，你自己想想，你的十善业道，啊，凭你的良心跟自己打分数，能不能打个七八十分？能打七八十分呢，你来生不失人身。如果说我只有50分考不入，你堕落的这个机缘非常多。你能够打个满分，遇见天啊，大多数人到哪去了？到桃李天去了。啊，桃李天要满分。啊，十善业如何落实？弟子规，弟子规就是十善业的初步落实。啊，弟子规上113桩事你做到了没有？你从这个地方就一想啊，就害怕了。啊，为什么呢？要不能往生，还继续搞轮回，善恶道的机缘太多了，三善道的缘很薄，这怎么办？啊，害不害怕？害怕，能不能改？还是不能改？害怕也没用处。啊，我们跟宋朝荣科法师比较一下。差远了啊！人家确实出家了，破戒了啊，回犯了清规，自己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肯定堕地狱。他害怕，他知道地狱苦啊！问同参道友有没有方法救他？啊，同学们也不错，送他一本《往生传》，叫他自己去看。啊，他看了感动了，每一看一篇，痛哭流涕。啊。这个忏悔的心生出来了，啊，下了决心，
闭关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吃不休啊，一句佛号念到底，真诚啊，这个时候恐怕地狱苦啊，求救命啊，真干啊，啊，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真慈悲啊，你真干，他真照顾你啊，啊，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好好念佛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迎客听了之后就求阿弥陀佛，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再活十年我自己经不起诱惑，我又不知道造了多少罪业啊！我十年寿命不要，我现在就跟你走啊！阿弥陀佛通情达理啊，就跟他讲好吧，三天之后我来见你，我知道高兴了啊！他把房门打开跟大众讲，我念这三天呢，念阿弥陀佛把佛念来了，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我往生。这个寺院的同参道友一个个都感到很诧异啊，反正三天时间不长嘛，看你三天之后能不能往生啊。听他说话不像是骗人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情啊。到第三天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往生啊，大众当然欢喜，好多念佛给他回向，念佛不到一刻钟，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啊，我看到了，来接我了，就走了，真走了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盈科法师给我们做的表法啊，就是真的怕地狱苦，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当下就求往生啊！什么寿命多少不要了啊！在这个世间都是造业啊！只要我们自己放得下，平息万缘，真干啊。这三年前我们深圳有个居士，三十几岁年轻人，黄忠昌啊，听到往生传里面说的这些信息啊，念佛三年就能往生了，他闭关试试看三年能不能成就啊。在官房里头两年十个月，还有两个月期满，他就预知时至就往生了，也没生病啊。火化之后留下了舍利啊，现在供奉在深圳一个小道场里，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
他这三年在官房里面，每一天就是念一遍无量寿经，其余的佛号不断。啊，我教他的方法是地贤法师教他那个徒弟锅炉匠的方法。念累了呢，就休息，不分昼夜，醒过来继续就再念。真正做到啊，心无二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跟锅炉匠不一样的就是，每一天念一遍无量寿经，就加了一部无量寿经。啊，佛号不间断，成功了。这往生难不难呢？不难了，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啊？关键就在此地啊！平息万缘这一句是关键啊！只要把这一句能做到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六句，一句四个字，六句。介绍了下联句老句是汇集的心态，汇集的精力啊，这个精定稿之后的第十遍定稿，首蒙宗教居彻之慧明老法师受持慧本，摄影与佛前，为作证明。这是当时佛门的大德啊，慧明老和尚。这个本子里没有，我第一次印的本子，前面有一张照片。啊，是慧明老居士捧着这本经书在佛前照了一张照片，给他做证明的。啊，这个照片很容易找到，啊，我们印的分量很多。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即指专讲此经于济南。并轻为可判。啊，可判是将这一部经章法结构提纲挈领的把它分出来，我们今天讲段落层次啊，清清楚楚地分出来。解释这部经。啊，慈州老法师这个课判，黄念祖居士送给我了。啊，送给我不是原本，是引印本。啊，送给我了，我保存在澳洲。那么从那个课判呢来看，慈州法师当年在济南讲的不是现在这个本子，现在的本是第十次修订的定本。啊，他应当是在这个之前。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看这个本子，它分的章节，它叫品，佛家叫品啊，48品。慈州法师那个时候的本子是37品，
啊，全经分37品，啊，由此可知，不是最后这个本子。啊，所以我用他的科判做依据，做底本。啊，我也做了个科判，做得很详细。啊，就是这个定本，啊，48品这个本子。啊，我们有科会，流通很广。啊，我做成之后，我送了一本给赵朴素老居士，啊，赵老看到非常欢喜，啊，在《无量寿经》啊，就总是劝了，你看有慧集，啊，有黄念祖的注解，啊，我有讲记，有过去我讲了10遍，啊，有讲记，又有这样详细的科判。这部经典呢，样样俱全了，无限的欢喜啊！接着看，这先救父梅老居士啊，梅光系老居士啊，梅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师的老师啊，那我们得称师公了啊。这个李炳老的佛法是跟梅老居士学的啊，这有师生的关系啊。他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啊，跟其前面两种汇集本的比较，这个本子完善了啊。换句话说，在这个本子里头找不到瑕疵了啊。后佛于经序中赞曰梅老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啊，为大众啊介绍这部经啊，这篇序文呢非常之好啊，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尽当明确，坐然有据啊，经是精要，当是妥当，明是明白，确是确实的啊。叫你看了之后，字字句句都给予你肯定。你不会疑惑啊。坐然有据呢，这个据就是五种原译本，没有改动丝毫，连经题都没有改动啊。经题也是汇集的，到后面我们能看到说无意义不在原译之中，无一句啊溢出本经之外啊。这个就是前面两种汇集的毛病，这改正过来了啊。确实随顺依法啊，自己没有用自己意思改动一个字。金色成慧，这是讲原译本里头的。金是
艰难，很难读的。啊，色是难懂，尘我们讲太深了，啊，灰也是不容易明了，这是语言译本里头有。所以这个经为什么流通不广，这是翻译的时候用的一些文字啊，确实它的形容相当正确啊，见色成灰，我们看原译本你就看出来了啊，难懂啊。啊，那夏老呢，识之爽朗，他把这些通通把它略掉了，这就是取舍，会计的时候取舍啊，凡是这种艰难晦涩的他都不要啊，他取的是就是很明爽，让你看得很舒服，像现在我们看这个本子你看多舒服啊，不觉得它深，也不觉得它难啊，意思都很明显啊，没有隐晦，这个难得啊。繁复冗慢，这就是我们讲的啰嗦啊，繁复重复，因为印度人喜欢重复，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喜欢简单明了啊，外国人欢喜冲突，欢喜重复，那重复也有重复的好处啊，为什么，让你加深记忆，所以它也有它的好处啊。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讲求简要详明，言语文字都讲求这个原则，要简单啊，要扼要，还要明白啊，还要明了，简要详明啊，还要详细，还要明白啊，这要求这四个标准啊。所以这个读中国东西读多的时候，读佛经很难，你像大藏经展开就像这里面提出这些艰涩成慧也，繁复冗慢呢，真的很多啊。那么他这个汇集本里是就是归于简洁啊，凌乱必称正言啊，他把它调整严肃了啊，确收习令圆满啊，这个地方欠缺的那个经历的意思补过来，心里圆满，这工作不好做了，他老人家做了十年了，不是粗心大意把它凑成的，十年了，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修订呢，啊，必其有美皆弊，无地不收啊，虽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这是没关系大师的对于这个汇集本的评语啊，他汇得太好了。确确实实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你看这本子多好啊。那么现在还有人对这本子有怀疑，这是什么？这是业障啊，他有障碍，
他有烦恼啊，他有习气啊。啊，不了解，夏莲居老师的悲智宏愿，人家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呢？这一部经上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来做实现的。啊，知道这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往后9000年这么长的时间，无数众生因这个法门得度的，就是标准的经本。他来为我们做这桩事情，多么的难得，多么的稀有。我们知道，那就知恩了，知恩你才会报恩呐。我们用什么来报恩？依教奉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到极乐世界就看到夏莲居了，就报他恩呐。他就是接引我们去的。于是先师慧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啊，经是小腿，啊，没有腿就会走啊。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传播得很快，啊，实在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黄老居士告诉我，他说老师。就是夏莲居老师跟他讲，他这个汇集本呢，将来从海外传到国内，他们当时的人啊，都感觉到莫名其妙，这怎么可能呢？啊，到以后碰到我真的从海外传到国内。啊，我们开头先是在海外弘扬的，啊，只有2-3本传到台湾。啊，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得到了，看到前面那么长的序文，没关系写的，他老师写的，啊，所以非常认真的来学习啊，所以在台中开讲，讲这个本。啊，他有眉注。啊，老人家在台中起讲这个本子，我还没学佛。啊，等到以后我学了佛了，到台中，啊，认识他了，他把这个本子给我。啊，我一看到非常欢喜。啊，真的，因为他住得很清楚，啊，段落过得很清楚，我就想讲，啊，他就告诉我，时间因缘呢没成熟啊，这今天时间到了，这个故事明天留着我继续。跟诸位说，啊，重重难关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对这个本子大家不疑惑了，国家肯定了，啊，在中国国家宗教也肯定了，啊，现在没有人再讲这个话了，真的成了经宗的定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谢谢大家。